这个日本甜柿的水果，很多汁哎。嗯，哦，好。现在这是七八成熟。哇豆包袋子的时候是多少人帮忙？哦，是我跟我太太一个儿子。18万颗，现在有感受到肩颈也是酸痛，肩颈会酸痛，要换边。对，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